新买了两斤排骨，七十块钱够贵了吧？今天啊，做这个酸菜排骨，来我家水洗一洗，好多碎渣啊！排骨先焯焯水，开锅了，水沫子就出来了。看我这锅多好啊！自从这锅巴烧没了以后，这锅用的特方便。趁着现在焯水。咱们就整点配料。还有洗衣机呢，上回没给送，说没了。要不我再买一桶，再把它洗。把这水开了以后啊，沫子整差不多以后，咱们把排骨的捞出来去。来，关火吧。看着两斤排骨，哎呀，实际上也没多少。洗一洗，洗干净，因为还有很多小沫在里面。两斤排骨一共也没多少。哎呀，这年头啊，吃不了肉肉的。正好买一斤了，好了 ，OK 了，排骨焯完了，一会儿咱们就开始炖。其实炖酸菜啊很简单，调料呢也不用搁什么其他的特别特殊的东西啊，咱们先切点葱，然后呢再来点姜。这姜呢就看个人喜好吧，因为我是比较爱吃这个姜片。所以说呢，我会多搁一点，当然它不会太多的去影响这个口味。OK， 接下来咱们就开始炒排骨。锅里加点油，一般炖酸菜的话，这油啊多一点挺好。一开始呢，火不用太大，搁点花椒、大料，然后呢把排骨下锅，轻轻的排骨就来了。稍微给它过点油，过一下，再把它放到油锅里做点烹炸。现在这花椒大概三个零钱都出了，然后呢，把葱姜都放。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这类葱姜蒜之类的，所以呢，我会放的油多一点。现在其实有很多种的做法，但通常炖的话，我说一般酸菜炖五花肉，那是最香的、最好吃的、最经典的吧。但是呢，今天炖排骨，为了这个表现出这酸菜的原汁原味的感觉，所以今天炖排骨就是一点酱油都不加，让它出来以后呢，就是那金色、黄色那种感觉。那样的话，就跟那酸菜酸白肉出来的这个样子，出来的这个效果差不太多了。它还是酸菜原来的颜色，比较清淡，看起来比较清淡，吃起来是特别的香的。好了，差不多，加水就可以直接做了。因为我比较喜欢喝汤啊，所以说加上水以后，这是整整一大锅汤。但是现在还没放酸菜，放上酸菜以后就特别的麻烦。OK。大火烧开，开锅了以后，咱们就改成小火，慢慢炖。在北方，人们吃酸菜相对会多一点，尤其是华北啊、东北，尤其到冬天的时候，这酸菜绝对是一个好菜，是一经典的菜。这时候我大概炖十几分钟以后，就可以把这酸菜下锅，大火烧开。今天这酸菜感觉有点少，分量不够，估计这酸味儿可能就没有那么浓厚了，多炖会儿吧。汤少了可能会好一点，加点盐。之前炖的酸菜多的时候，可以把这排骨用酸菜把这排骨都改上，然后这排骨这味儿它出不去，那肉的味儿出不去，在底下闷着，整个这汤就特香。现在你看酸菜太少了，其实肉也不多，才两斤。行了。
行了，这小火慢慢炖吧，差不多得炖上一个钟头，时间稍微长一点没关系。除了酸菜排骨，咱们再来一个凉拌西红柿。现在这西红柿跟小时候吃的感觉口感差了很多呀、哎，偶尔还能买到那种深红色的、偏软的那种西红柿，那个还是不错的。这种比较浅的颜色、发粉的，然后硬硬的，里面都没什么汁儿，感觉凉拌西红柿，一会儿搁点糖就完事儿，很简单的一个菜，小朋友吃一点糖没关系的，大人就少吃吧。OK， 搅拌一下，放冰箱里，就跟弄草莓一样，给它放冰箱里，咱们带勺一块放。没了，熟了，大概炖了一小时的工具。今天买的这个呀，这个属于已经切好成丝儿的了。这个呢，说实话有点不是太好，因为我闻了闻它这个酸味啊，已经不是很酸了。我这块我就喜欢特别酸的，因为你炖一炖，这酸味跟这个肉啊，它结合在一起以后，这不管是五花肉还是这排骨。它基本上它都一点都不腻了，而且这汤还特好喝，搁点辣椒，搁点胡椒粉，酸辣汤。酒肉穿肠肚，谁说的？我在路上我就跟你说，爸爸是酸菜排骨。你昨天不都吃了那个酸菜五花肉吗？吃点酱。这会儿带一块脆骨，带脆骨的有可能不是特别软。我把这个脆骨吃了，想吃特别小块的。我想起来了，以前是用高压锅炖的，是吧？高压锅炖完以后，酸菜会翻面，口感就不好。它这个酸菜多，因为这是切好的，它没那么酸。来，我蘸点醋。我还以为你要给我一块。我看一边举着夹着，这个都是大骨头吗？没有小一点的吗？没有小块的。酸菜不够酸是吗？酸菜少，它这个比以前的少。以前是一整颗，现在它给切了。有西红柿的，我吃一口西红柿吧。你这么多劲儿，你已经喝多喝点水吗？我帮你接点水。嗯，我已经接了水了，但是水壶掉了。这倒是看油不大，我看看。对，这是一块标准的，不会塞牙的。哦，对哦，剪刀有剪刀，但是剪刀我以前看过剪刀，不知道把它放哪了。什么样的剪刀？那是他们玩玩具呢。他天天看，今天没有看。现在你都看见就外面了。第三个就是玩具，知道吗？妈妈记得点了那个按钮，就变成小猪佩奇了。你们今天唱的是什么歌？《妈妈归来》。你会唱吗？猎人叔叔他们打枪的时候，打怪物的时候，就是赢了那个牌子，哎、然后你先给我唱一下那首歌嘛。直接唱起来，我们唱的歌，把它打靶归来，直接就红了。然后歌声就飞到北京去，他们喊红亮。好嘞，那你唱一下来。不对，我们唱的红亮的话还会得奖状，不过不知道还得不得奖状。
所以碗的外边也得刷个，也得刷刷干净，要不然油垃圾的拿着也难受，别扭。一大碗酸菜对炖炖对酸菜对排酸菜，酸菜炖排骨，酸菜炖排骨 ，OK 了。